阿姨，您简单给我们讲一下您现在的感觉。感觉就是胃胀，这两天胀，有时候这点现在就胃胀啊，胀。现在，正在胀。胀。有多久了？哎，我这经常的。有多长时间这样经常性胃胀？我这好像从小胃就不好。从小，那是24小时吗？随时都在胀吗？有时候夜里胀，胀醒了自个儿推推揉揉的就这么，弄弄的。就会比较舒服是吗？要不有时候吃东西啊，吃不对吧也不行，凉了热了的，酸了辣刺激都不行。那现在这里还是感觉有一点胀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帮你处理好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好，阿姨，那您请。那很显然它是痛在这里，如果是痛在这里，我们直接对过来，那它的痛点一定是在这里，绝对跑不了，它这里一定有痛。只要我们这里把它的痛点找出来。然后从痛点把它松开了，把筋松开了，它这些症状就可以改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找，这里痛吗？对，痛，痛得厉害。这里痛吗？两边痛。这里也痛。痛。这里呢？痛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心脏也会胸闷啊？对，是。现在也在胸闷，对不对？对对。现在也胸闷，因为它的胃肠是对到这里来，那我揉到这里，它还在痛。很显然这里跟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，所以这里管的是哪里呢？如果管前面，那很显然是管到这里来，所以我才会说他是不是胸闷啊，呼吸不顺畅，甚至心悸，这里就是要处理这里。那你现在会胸闷对不对？对，是哈，确定哈。那我就从这里帮你开始处理。你胸闷有多久了？也好长时间了。跟胃一样吗？一样。哦，好。就这点。哦，这一点特别痛。就那么一疙瘩。好，你看我知道了。这有一疙瘩，你看疙瘩疙瘩。这里痛吗？痛，就这疙瘩。这里也痛。这里是不是也痛？它都成形成疙瘩了。好。这里痛吗？痛。这里更痛是吗？痛。这里就管胃了，这里胃对过来，好，所以我们已经处理到胃，好。这里也痛吗？对。这里就都是胃区，这里呢？也是痛。这里呢？痛得厉害。这里也痛得厉害。这里呢？厉害。厉害。这里呢？也是照旧。也是痛。啊，这里呢？一样。一样。你是不是腰也酸啊？对。对。所以这里胃差不多这一段，我已经揉到超过胃了，它还在痛。但显然这里是管腰嘛，我们说腰痛，一巴掌过来。所以他这里还在痛，我就猜想他腰应该也出了问题。痛。这里是不是也痛？痛。所以他腰本身也有问题。对。那您今天上来好像赚到好多部位。我就来找你。因为本来是要处理胃的，现在连胸闷还有腰酸，可能都要帮他处理。现在来着了。这里。引您为高手。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也疼，都疼。这里也疼，这里也疼是吧？疼。这里是管心脏，所以我确定他心，这里胸闷，哈、哦，这个是从这里引发的。这里也疼嘛？疼。哦、这是胃，这里也疼嘛？疼。哟，疼得厉害。哦，这个疼得厉害。嗯。这里也疼吗？疼。那可见你腰也酸得厉害是吗？这里也痛疼吗？一样。一样。那这个呢？都是。都是。哇，我看。浑身都痒。哇，你很多哎。好，我再帮你揉一下。浑身都痒，没好地儿似的。对对。哎呀，就这块儿。这一块。好。哎呦，这块儿。这是管腰的。是吗？哎，是。所以这个跟胃没有关系，我只是顺便再帮你处理。
这里是不是也疼？疼。这里腰哈、也疼。嗯。我已经帮他这样连续两次了，那如果严重一点三次，哈、哦，以我的经验，内科会多一次。那我先帮他舒缓一下，再帮他再揉一次，这样就可以结束了。好，我再帮你揉一次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这里也疼吗？嗯，疼。现在第三次在揉的时候有没有比较不那么痛？好多了。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刚开始揉很疼嘛，哈。嗯。好。好，这样我们已经来回每一条筋都揉三次，那我们现在再帮他舒缓一下。这样舒缓舒服吗？舒服。舒服啊。嗯。好，那我们等于是把他的胸闷的问题，还有胃的问题，还有腰的问题同时处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完，那您可以请起来哈、哦，慢慢起来。谢谢嘿，阿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轻松了，轻松了，薄了，就是肉体又薄了。感觉他的身体薄了也就是轻松了，轻松了，轻松了。那你这里是不是也比较轻松？轻松，说畅快了。这里也畅快 了啊，是吗？嗯，就刚才这说话、哦、跟刚才说话就不一样了吧？哦，是声调提上来了，提上来，声也提上来了，腰是不是也比较松？腰舒了，松了啊啊啊！好，我们谢谢这位阿姨，谢谢张医师。